张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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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乃将军，请三思啊！张将军，张将军，国乃将军，请三思啊！张将军，张将军，奉诏吧。 光义兄弟，你万万不该呀！高将军，张将军，你们也知道，太后娘娘的确有遗诏。二位将军，大行皇帝陵中前，赐孤一金一犬一斧一戟，命我可据此辅佐德方登基，也可自创大业。但是我今天。 愿意听二位将军和天下臣民的意愿行事。二位将军，就辅佐陛下尽忠我大宋社稷吧。请三思，匡胤贤弟，怀德，谨遵遗嘱，国。 陛下，陛下，请起。臣等唯愿陛下以大行皇帝的心境治理国家。愿那仁义之风，泽披神州。 我们母子的性命，从今往后，就交在陛下手中了。
下扰攘，烽火几度回望，烈焰燃，这半壁残墙，北汉南唐，从此乾坤独掌，期盼四海，那如今哪？即封你为一字平间八贤王，另受先皇所赐，以接你权。扬起天子断发，顷刻间，一扶一囚，并由你监造御囚，把握大宋，方显礼仪之邦，千秋万世，岁月将青史抵挡，望着莫问。凌迟，且知天日月星辉，千年尘浮，沧海一杯，饮下了功过是非，望着莫问何处归，总是重来。山河今宵一醉，留与后人再品味。皇帝遗诏，凡遇重大祭祀大典和新皇帝继位，必奏请新皇帝到此誓碑殿中，在誓碑之前叩拜，揭开誓碑上幔帐，于心中默读誓词，诸事施政，钦此奏乐。宋开宝九年，即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，赵匡胤猝死，留下了千古之谜“烛影斧声”。赵匡胤享年50岁，在位16年，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，庙号太宗。仅隔一天，其胞弟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，成为大宋国第二位皇帝。史称宋太宗。6年后，赵普道出了皇太后胸中帝籍的遗嘱，即金匮之盟，将之公诸于众，因而重登了宰相之位。而赵光义新册皇后不久便有了身孕。此后，赵光义的子孙承袭皇位，直到南宋第一代皇帝赵构之后，自宋孝宗赵胜开始，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系，直至宋王朝被元朝取代。扬起天子断发，顷刻间，杯酒消兵忙，闻鸡上上，方显礼仪之邦，一场岁月将青史抵挡。望着莫问何处归，且知天日月星辉，千年尘浮，沧海一杯，尽下了功过是非。望着莫问何处归，总是重来已不回，万里
与山河今宵一醉，留余何？